上个世纪，民间艺人阿炳的一曲二泉映月从无锡传向四面八方。这首世界名曲如今已经成为了无锡的一张名片，许多人循着音乐来到这里。他走在这里，寻找着前辈的足迹。这里留有岁月的故事，隐隐的乐声随之飘来。在无锡，二泉映月曾经是电台的晚安结束曲，很多人说听着它进入梦乡会更安稳些。很多艺术家在阿炳的生命历程里寻找，在二泉映月的音乐声中探究它的意味到底是什么。去无锡下生活，就是集体的下生活，就去了两次。这个中间我们还跟无锡专门写阿炳传记的一个叫黑桃一起来，就是讨论研究这个我们怎么来切入，同时把这个音乐界的专门研究这个阿炳音乐的杨荫柳先生的弟子田青教授等等吧，可以说在整个采风和这个跟这些跟阿炳有关系的这些人在交流沟通当中，我觉得给我们编导以及给我这个主演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我们说哲学的命题，一个人就是说拷问自己啊，就是说尤其是有才情的人，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那么阿炳一直不断地在拷问自己的过程当中，他开始放逐自己，最后因为情，因为音乐，在心中像他澎湃的一种能量一样，他无法毁灭掉。我们在这个戏里有一条特别好的线，在他的身份认同过程当中一直在寻找母亲给予他的这种力量，所以当董崔娣的出现又很合理又很戏剧的一个出场，就是说阿炳眼睛瞎了，当他就是完全就是像梵高已经把耳朵剪掉的时候，梵高身边没有董崔娣啊，阿炳很幸运。那个时候就说那种牵衣拉弦的那种情感，导演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漂亮的调度，就是剪影当中似乎就是我们去采风的那条长街上，就是以前阿炳卖艺的那条长街上，在走的时候，哎呀，每每演到这儿就我们会演不下去，然后两个人就抱头痛哭，就在那里，就是那种其实已经是完全超越一个母亲对孩子的那种母爱的情感，而是一个人在生命的轨迹当中，在你童年的时代，你需要母亲父亲的那个衣襟和一双大手牵着你，到了成年了，男人可能需要一个又像母亲又像情人又像女朋友这样妻子这样的一个母爱的胸怀，女人可能需要一个宽厚的肩膀啊，就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老年了我们希望有一双斑驳的手可以执子之手牵引到底，就这种情感我相信跟现代观众是能够沟通的。到无锡来演出，首先从心理上啊，有一个朝拜感。他不是说一个形式表象的说我们去了阿炳的故乡，大家从态度上可能就会，艺术上可能就会认真，可能就会怎么样。
其实更多的是像毛维涛，昨天我听说他们去拜谒陵墓，有一种沉淀感。比方说今天我们请了当地的一个二胡的一个艺术家来现场演奏二泉音乐，我就有很多感受。我觉得至少二胡这把乐器在无锡还确实是有根脉的，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出说唱艺人，100多年前无锡所出现的说唱艺人呢、比方说二胡，比方说评书等等，在上海滩已经很有影响，在上海的大世界啊，能在上海能站住脚，能够形成一定的影响，就可以说作为一种艺能在那儿能立足吃饭的不多的。所以小百花来演出，它从一个剧目上来对接关于阿炳的这个话题，其实从艺术的本体本质来讲呢，我相信是一次朝拜。我昨天高铁来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哦，终于我们做的这个戏要面对阿炳的在天之灵去对话了，而且我们要表达关于阿炳的生命救赎啊，可能是更深处的一种感受吧。有钻戒，我心中升起了一段乐曲，妈，我要拉着你听，要清风明月伴泉水叮咚，用那万人的欢喜奏响那天上的祥和。妈，你等着我，阿炳二泉去也，二泉去也。二泉映月是不朽的名曲，它触发人很多灵感。在绵延的思绪里，人们或是吟唱，或是演奏，或是舞蹈，各种形式展开多种想象。在无锡，艺术家们沿着阿炳的脚印走着。看，当今芭蕾王子吕蒙来了。吕蒙，中国当代最出色的芭蕾男演员，曾在芭蕾舞剧《二泉映月》中主演以阿炳为原型的泉歌。这次的无锡之行是一段非凡的经历。这个是迁建的是吧？对，迁建的。83年的时候迁过来的。阿炳其实在建国之初不久，50年的时候去世。去世了之后，先葬在这个西郊的这个叫义和山旁的这个道士墓。后来，
到79年左右的时候，那个盗尸墓可能残破了呀。我们这边就牵头，把他这个尸骨啊整理一下，在这个地方重建了。我给他去吧。我们今天这一次，我认为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让我对阿炳具备更多的想法了。这算是我回家了吗？对，你精神上也回家了。当年也很辛苦的，讨生活也不容易的。水桶、澡盆。五局当中，听松是出现在，二墓的一开始，跟这个环境你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因为你看这棵古银杏树啊。一到了秋天之后，地上铺满了金黄色的叶子。对，在舞蹈编排当中，它的舞步的那种需要啊，就好像一种把这个银杏叶全部都卷起来的一种，在脚下的东西特别多。现在更理解了一些听松的曲子，所以说阿炳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是因为他太贴近生活了，他会把生活当中一点一滴都会融入到里面。其实也是通过二泉映月的这次接触之后，那么这个舞剧接触之后呢，会让我知道作为一个演员，他首先要懂得什么叫生活。你不从生活当中提炼出一些真实的元素的话，你的那个人物永远是飘着的，脚不会落地的。那么你一定要懂得真实的生活之后，那么你会让这个人物脚踏实地的，然后也能印在观众的心里。无锡每年有多台音乐会，你会听到许多不同版本的二泉映月。艺术家们在这里演奏是向阿炳致敬，他们也相信阿炳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听到，也许还会说些什么。琵琶大师刘德海有过这样的讲述：我们不要忘掉和古人交流啊，他们虽然过去了，他们精神还在啊，要交流。所以我一种欲望要和阿炳交流。10多年前呢，就有一个对话，阿炳来信，阿海，哎，他叫我阿海，因为这南方嘛，阿海，你好，啊，你生活在这个音乐圈的高墙里面呢、啊，每天吃的是，可以说是山珍海味。那对阿炳说，我们山珍海味，啊，吃那么好，哎，听说你们还要吃减肥药，啊，不能，你们用的乐器那是红木的高级的乐器，我非常羡慕，你们有老师有教授。我的老师是山，我的老师是水，就有山有水，有水是我的老师，这么美的山水在创造我的音乐，我心里苦了，但是我的音乐给大家一个安慰，不能用音乐再来加强你们的苦，本身的音乐本性就让大家得到安慰，得到一种快乐，啊，希望阿海您把话转给给，后来那去年在无锡，好像正好我的学生李佳要弹二泉音乐，我念了，好像蛮有方向，蛮有知音的，说明我和阿炳的对话是成功。这是，我想阿炳虽然他没听到，在天堂里面他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们和古人对话里面，我得到了新的正的能量。讲古人已经讲的话，不要画蛇添足，
讲古人想讲而没有讲的话，锦上添花；讲古人没想到的话，我们也该啥要更上一层，三个说。所以，哎，嘿嘿，我想这一个跟古人对话呢，也触动我，解决了好多这个，重新一种新的一种动力吧，动力。二泉映月录音完成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它伴随我们走过了许多不同的时代，却给我们精神上带来了许多慰藉，所以它是永恒的。当我们一次次听到二泉映月，随想中多了些沉淀，多了些思维。